随着科技化跟都市化的环境发展，民众饮食习惯越来越多样化。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多元化、高品质跟非机改的健康诉求，最近这几年，农粮署推动了大粮仓计划，辅导农民以休耕农地跟水稻田转作杂粮，并且鼓励研发创新杂粮加工品，希望能让台湾农业精致化，降低对进口杂粮的依赖，也提高农民的收入。目前已经有很多农民成功转作杂粮，因为我们本国就可以生产，所以它可以缩短食物里程，同时它是地产，我们当地生产的，所以它不必透过像远从国外进口，必须要用汽油啊，要用一些防腐剂啊等等，所以它是很健康的。所以零食物里程健康，又是非机改。同时，我们在推动大粮仓的时候，我们又导入 QR code， 就是可以追溯到生产者，以及产销履历，还有有机友善。所以这个绝对可以让国人，了解到我们大粮仓推动之后，确实是对照顾我们的国人的健康，以及把我们的土地做最有效的利用。那我们在推动这个大粮仓计划的时候，我们从好几个部分开始。那第一个在生产端，我们就以契作的方式来做鼓励，然后针对不同的作物品项，包含它可以做进口的替代，或者具有外销潜力，那我们就会去鼓励它，奖励提供一个奖励金去鼓励它契作生产。那另外我们为了要能够集团化，比较规模化的一个生产，然后让这个农民可以做契作契销，保障农民后端的一个通路。根据农粮署统计，为了调整市场价格跟各项奖励措施，提升台湾粮食生产率，目前主要杂粮食用玉米的生产面积是15000公顷，产量大约有12万公吨，落花生23000公顷，产量71150公吨，大豆栽培面积也超过了3100公顷，加上甘薯、荞麦、红豆、绿豆、薏仁等杂粮作物，产量不断在增加。而且农粮署还辅导加工业者推出新鲜味美的各种国产杂粮加工品。目前我们有300多个农民在从事生产工作，就是在台中种植大豆。那平均每个农民他的收入已经比水稻已经增加这个4万块4万6，所以这个是农民在生产这个基准点上面已经比二期再生稻已经好，收入比较好。我们是农情农会，都是种在大肚山上，大肚山的土就是比较干燥，没有水分，所以地瓜比较好吃。为了展现计划成果，行销台湾农业，农粮署也经常跟各地农会、农民团体合作，举办国产杂粮行销推广活动，推出杂粮入菜的美食品尝会，邀请许多民众一起来参与，希望提升台湾在地农产品的品牌形象。农粮署表示，一定会以政府的力量全力行销推广多元化杂粮产品，让台湾农业持续发光发亮，创造台湾农业的蓬勃发展。